谁人打响耳边，今天一见收回琴弦。你是不是傻了？要我做卧底，还是你叫我去做卧底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叫我做什么事我都不会做。废话少说，做还是不做？不做。你再说一遍。不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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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开啊！哎，看看这个，快点，快点啊！知道了吗？就按照这个去办理啊，快去吧。哎，知道了。快去。是，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需要你办的事儿多着呢，只要你多看多做，这个报效朝廷的机会多着呢。你爹啊曾经关着我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啊。去，我忙着呢啊。那你看看这个啊。你进来干什么？大人，您的东西掉了，我帮你。这房是你进的吗？以后不许进了，出去。哎，做个九品给事中，连一个清理垃圾的杂役都不如啊！这是什么差事？这叫给阿爹面子吗？我怎么熬下去啊？哎，总之啊，一点孝心，换来一生的后悔啊！齐王爷锐意要铲除我们，成人可能就是卧底，日后你们要倍加留心，宁往勿纵。是主公。爹，差不多了，我要赶回去报道了。好好好，正事要紧，赶紧走吧啊。师叔啊，麻烦你和青梅好好的照顾我爹啊。这还用说呀，你好好保重好自己就行了啊。行行行，啊，爹多保重啊。好，保重啊。保重，保重啊，保重。师兄，上车吧。现在的成人还像是我的儿子啊？啊，原来不像啊。那这么说，是不是嫂夫人和别人有的成？哎呦，你是不是想吃我一拳？我是不是？好了，
说，如果师兄他食言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大惊小怪的，我还以为有劫匪了呢。哎呀，不过青梅说的对啊，人儿离咱们这么远，他要真要食言了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哎呀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留下来好好照顾师兄。哎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怎么不行？为什么？怎么不行啊？有什么为什么呀？孤男寡女。你儿子成人从小就是个酒色之徒，青梅又现在含苞待放，这一男一女合在一起太危险，太危险。有什么危险的？你还整天说我食古不化，你才食古不化呢。青梅和成人从小一块长大，就是成人是拿青梅当小兄弟看待的，可她现在长成大闺女了。大闺女又怎么样啊？她是她师妹，再说了，他要是出事儿，早都出事了。可是真出了事儿，谁吃亏谁占便宜还不一定。哎，师兄，青梅啊，你别误会，你这么说可就说偏了啊。虽说我们家青梅脾气有些暴躁，可是模样长得跟他爹我一样啊。不不，比爹漂亮，比爹漂亮。而且我们家青梅会厨艺女红，还懂得三从四德，配你们家成人呢，那可是绰绰有余。爹，哎呦喂。我们家成人现在是金科状元，哎，哪点配不上你们家小青梅啊？哦，青梅，青梹，你可都听见了啊？好了，平时拿青梅比亲人还亲，比他亲爹我都对他亲，实际上把他当什么了？还不如路边一棵草。怎么说话呢？谁拿青梅当青草了？你平时对他又亲呢？爹，师伯，你们别吵了，我会好好监督师兄，做一个好官的。青梅，你不能走啊！青梅，哎，小心呐，青梅！哎，青梅，你还笑呢你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他就关照他去了，我不放心啊！他是他的师妹啊，慢点知道吗？青梅，哎，赶紧赶车走吧！车怎么走？哎，都怪你，让你赶车你不赶车！刚才打了我一掌，我现在哎呀，赶紧追吧！我什么时候叫了这么多吃的？啊，师兄，你回来了。你为什么回来了？我留下来照顾你的生活嘛。哎，要知道，师兄，你现在可不一样了，你是京城的官儿。京城的官儿，如果家里没有一个下人使唤的话，别人是会笑话你的。我什么时候哪里当过下人呢、啊？如果能当师兄的下人，我也不介意呀、啊。哦。啊，东坡肉，我亲自为你做的。师兄啊，你辛苦吗？我知道当官啊，不辛苦，很辛苦的。哎，行了，我明天不当官了。啊，不当官了？嗯。哎哎，这可不行啊！我是答应过师伯要监督你的。哎，行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换衣服了啊。来来来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走吧。师兄，哎呀，出去吧，出去吧。师兄，这流氓小壮，九品小官，九品小官，我也是九品小官，我也是九品小官，你也是九品小官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你神气什么？你神气什么？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啊啊！哭哭也一样打我。亲王爷为什么那么重用你？啊啊！没你就办不成事儿了。啊！哎，这位爷爷，我说，这衣服可是我的，你别拿我衣服出气啊！这件是我的吧？哎，对，要砸砸你自己的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七王爷找人呐，那是不会错的。我看你啊，就咽了这口气吧。哎，冲动是没用的啊。那只会影响到啊七王爷的肃贪大事，对付这种人呢、啊，你只能是软硬兼施。哎，硬的已经用过了，你说吧，软的有什么办法？你自己想。我呀，只是给你提个醒。我想得出来，还用得着问你啊？成人大哥。你要是已经原谅了小弟呢，就再喝最后一杯。一杯。
啊？好，吃的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可以结账了吗？结账了，老板，结账。哎，老板，吃的还好吧？哎，我不是老板，他是老板。哎，一样一样，都是老板啊。满意，还不错。多少钱？一共130两，打八折啊。你说什么？多少钱？130两。130两，吃一顿饭130两。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嗯，拿，拿去看看啊，拿去看看。哎，听小人说啊，一分不多了，包下整个饭馆啊。要不是程老板的面子，我这……谁让你包下整个饭馆的？怎么了？不满意啊？那下回按月包好不好？哎，没满意，满意极了。那个，只要你高兴。怎么都行，什么值得呀？这些钱又不是你的，是七王爷的，关你什么事？哎哎哎，再见啊！哎，好好好，七王爷的钱那就不是钱。哎，老板，银子，银子，老板，银子，我知道。开开开开！哎呀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又是小，哎，你是不是出老千啊你？哎呀。这怎么会这样？拿钱来！还赌啊？哎，快点！本都输光了，哪有钱给你赌啊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这么少的钱呢、啊、你。哎，他没钱、啊，他没钱啊，他没钱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他没钱。你们现在要搞清楚啊，是他没钱，不是我没钱啊！我是帮他赌的，我会再来的。哎呀，今天的手气怎么那么差呀？是不是啊？连续10局都开大，有没有搞错呀？做官做得像你这么穷，哎呀，真是的，还不如不做官呢，你真是。哎，蹲下，让我上马。我是啊，蹲下来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就蹲下，蹲下，蹲下。啊啊！你打我啊啊！你在干嘛？我要干什么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你为什么要打我啊？幸好没流血。我告诉你啊，打人是要坐牢的。哼，真的吗？打人要坐牢吗？打你这种人要坐牢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这个狗官呢、啊、你说吧，你坐不坐？不坐。给你好吃好喝好招待，还让你去赌博，你现在说你不坐，你坐不坐？不坐。好，有骨气。你今天要是不坐，我就把你一马分尸。哎，你敢啊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来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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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、啊！有本事你来呀、啊，来！哎呀，说答不答应？不答应。不答应，真有骨气啊！我死都不答应。死都不答应。好，这样。我来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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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、啊！这样。啊！哎呀！答应、不答应啊！这、哎呀，师傅，这事儿啊，你不能着急，你太鲁莽了，把他放了。嗯，我跟他闹着玩呢。闹着玩儿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实在是对不起。来来来，我给你解开绳子啊。哦，好好，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来来，过来，赔礼道歉，说你的，过来，给程大人赔礼道歉。你听我的，没错，赔礼道歉。对不起啊，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耳朵有问题，你再说一遍。对不起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个态度就对了啊！对不起啊，你为什么对不起？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脑子有问题！你这种方法，我的手会断掉的，断掉我怎么帮你？我跟你闹着玩呢。闹着玩，用这种方法闹着玩啊？啊！你，如果流血，我会死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用你的脑袋，用你脑袋想想。
哎呀，你跟这种人生气，那是要伤脾胃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呀，给你看样东西。你看这个，这个就是成功给他儿子买官的证据。那个主事把他的过程一五一十的全都写在上面了，你先看看吧。他真的买官，你早怎么不说呢？你哎，滚！哎，怎么了？今天没人来打扫啊？让你来？哎，有人，但是他们打扫的马马虎虎的，我受不了。哎，算了，别擦了，别擦了啊！我打算换一间房子，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太浪费了。其实师兄啊，我也是这个打算。你看住这么大的房间，又浪费钱，又害我费力打扫。只是呢，只是我不好意思说嘛。啊，是啊，一个人住够了。啊，一个人住啊？那我住哪儿啊？回镖局喽，镖局很需要你的。况且呢，你是个黄花闺女，免得让别人闲言闲语啊。不要啊，师兄，不要，你不要跟我回去嘛。我一个家没有女人就不能称之为家，我可以水听啊，我也不在乎闲言闲语的，师兄啊。师兄，我求求你啊，师兄求你了。孤男寡女的确实不方便嘛，你就当我是兄弟呗。啊，嗯，你来干什么？咬住我是没有用的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啊！请吧，请吧。你会心软的。看看。哎呀，回头。哎，报仇。回头。这就是你爹替你买官的证据。老人家是好心做坏事了。你做还是不做？你要不做，他老人家就得受牢狱之苦。我倒不是可怜你，你本来就该死，我只是可怜老人家那么大的年纪，他会受不了的。夏侯兄，我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，没想到你是一个但求目的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。我是不是正人君子用不着你来说，男人说话女人别插嘴，做还是不做？好，我不插嘴，我插手。师妹，哟，哎，哟，呀，哎，呀！看来你们俩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不要打了。那行，我就成全你们。你们两父子在监狱里见了，腿没事吧？替他揉揉。我答应你。那我花在你身上那些年俸呢？我还给你啊。谢谢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师兄，你们在外面是不是什么？关门呐，我腿疼。师兄啊，那我留下来照顾你喽。哇，一千两啊，这么快就想贿赂我？哎呀，这种钱我不能收啊。也不是啊，如果我不拿走，就说明我不是同道中人。不管了，先拿了它再说。谢谢各位大人，谢谢各位大人，谢谢各位。
哎，谢谢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大人，江浙的浅草院求见。财神爷来了，我去看看就来。啊。你别老东张西望的，你快点说呀，到底谁贿赂你啊？谁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放心吧，一定可以查得到的。你老说一定查到，你得抓紧时间啊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刚做卧底几天，你想让我怎么样？我看你就是贪生怕死，你因为我们的个人恩怨，你敷衍我。是啊，我敷衍你怎么样？啊？哎，怎么样？你想打我？打呀打呀！啊，你打我马上就不干。你尽管去告我们俩父子吧，我是壮士，我是让人雇佣的。嗯，我怎么舍得打你呢？你真是的。嗯，这态度就对了嘛。求我？我求你了。态度好一点。我求你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你瞎子呀？钥匙啊！快点去仿造一把钥匙，我们去扫除贪污啊！快点去啊！不要弄坏了啊！谁啊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新一门的下一任掌门啊！出来吧。可惜呀，你就学会我三招。爹，我问你，你跟那个夏侯雄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知道这件事啊？晴妹跟我说，这两天你天天跟他喝得烂醉，衙门里的事你没做多少。哎呀，爹跟你说，十个武行有九个烂嫖烂赌，他就有一个是例外，那就是你爹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你对他要敬而远之。行了，爹，我知道他是一个伪君子嘛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那就好。我说仁儿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啊，别整天吊儿郎当的。我现在最操心的就是你的婚事，差不多就该成个家了，你知道吗？爹跟你娘啊，有一次在押镖的路上，那天是狂风骤雨，然后我跟你娘是共居一室，结果出事了吧？有了我，你一直后悔到今天呢。就爹，你放心，我没你那么好色。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我说你现在啊，心里只有刘思思。爹，你别说。我说你别说。仁儿，我吃饭吧，爹。爹，够了，都是。怎么搞的你？哎，不用怕，没有人的。来，嘘，嘘，啊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个，啊，你来看，看着点儿，看着点儿。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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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事啊？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！没，把它拿起来。哇！这别闹！哦，别闹！好好，你说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你不是说里面有东西吗？下班的时候明明看到他把很多东西都放在里面了，哪知道竟然会是这个面具呢？那东西呢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被人发现了。啊！走走走，全跑了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快点走啊，快点走啊！哎，别动！
哇，你踩烂了人家的地砖呢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你死定了。这底下有地雷。哦，地雷。地雷是什么？地雷就是我只要一抬脚，嘣，会死的。哎呦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啊？你去找一些跟我差不多重的东西过来，然后压在这儿就可以了。盖碗啊。自己挑吧。这些哪一个会比我重吗？那全部加起来就差不多了嘛。加起来那么多，它怎么可能放在这么小一块地方呢？你动动脑子想一想好不好？见过笨的没见过你这么笨的。你骂我？我骂你怎么了？好，再见。哎，等，我不是骂你，我是因为心里有些着急。对，我们应该好好合作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求我吧，求啊！我求你，求啊！我求你，再说一遍，我求你了。行了，哎，聪明，就这个，聪明。哎呀，你使点劲儿啊！我好重啊！使点劲儿啊！哇，这个起码比你重两倍啊！真笨！你说什么？我错了。我是说，把它打破，分成两个就可以搬过来了。好。又怎么啦？用那个砸声音太大了，别人会发现我们的。好呀！不怕，还有一个。不会砸了啊？可以了，现在一点一点的砸，轻点儿。嘘。可以了，小心。不行啊，还差一点，找什么东西垫一垫。这个轻点。好，走。行，好了，走吧。行了，好。我脚还没拿出来呢，怎么办？我们数一二三，一起走好不好？好。一，二，哎，等等，我们是一二三走，还是一二走？一二三，走走。哦，明白了。好，一，二，三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刚才说好了一二三走，你为什么一二就走？这不是没事吗？你这个人就不长。一二三，你死定了。这不是没事吗？哎呦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没事，你赶紧起来了。血啊！我看到了，流血了，好疼啊，好疼，好疼的。哎呀，行了，走，脑袋还在就不错了，走吧。我真的流血了，哎呀，起来，我真。快点，好多血啊！哎呀，行了，我看到了，你别那么大声喊。应该没事吧？我看到了。你没事，你要把周围人都叫起来啊！Come on.
生了什么事？卑职也不太清楚，大概是仇家寻仇吧。本王爷接报，说有人擅闯户部，我们追踪到此，失去了他们的踪迹。难道就是他们？是吗？不管是与否，为了你们的安全，还是先到个地方休息一下吧。是。你怎么起来了？思思，哦，王妃，这里是七王爷府吗？思思也好，王妃也好，还不都是同一人？你放心，这是七王爷府，比皇宫还安全。来，先坐下吧。哦，好。我听御医说，你的伤势还不算太重，不过要准时吃药。这药，谢谢谢谢。赵云爷可真有福气，这药啊是我们王妃亲手煎的。是真的？嗯，谢谢你啊。喝药吧。来，我来吧，我来喂你。谢谢。苦不苦？不苦，不苦，很甜，很甜。哦，不是，甜中带苦，有点苦吧。希望状元爷能够苦尽甘来。昨天晚上发作的时候，真是挺吓人的。昨天晚上你已经来看过我了。成人认识王嫂吗？卑职也不太清楚。我王兄什么都好，就是争强好胜，在感情上更是输不起。他实在是太爱王嫂，所以醋意也太重。你跟我王嫂的事我也略知一二，可是我并不担心你。你要提醒程状元小心避嫌呢。卑职明白。从户部被诈与你的手下被袭两件事联想起来，是不是你的哼哈二将欲从户部搜集犯罪证据而被杀手集团追杀呢？九王帝多疑了，如果没有刑部的搜查令，他们是绝对不敢擅闯户部的。七王兄深得父王的欢心，在众多王子之中立储之声名列前茅，为了避免如日中天之时蒙上不必要的污点，恕一地多口，你还是要管束部下，不要贪功冒进。你不要误会，余帝也不是针对你嘛。哎，这个贪污集团也真猖獗，竟敢在京城追杀朝廷命官。这群成虫社鼠早晚法网难逃。对了，余兄打算调查九王帝提供的黑名单上的贪官，我亲自南下江南，顺藤摸瓜，从上至下进行调查。办案抓人，余帝是门外汉，但深信王兄的能力，定能铲除奸当。嗯，庄元爷，需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啊。啊，七王爷，其实卑职呢不需要什么赏赐的，不过这次的事呢令卑职很害怕。如果接下来呢不用再做这样的事情了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嗯，好吧。那就等你的伤康复以后再说吧。思思，我们走吧。状元爷，你就多多保重吧。哎，谢谢啊。
哎呦，你干嘛呢？吓死我了！你老盯着王爷看什么呀？我没有盯着他。是，当然不是盯着王爷了，是王妃。哎，我奉劝你一句啊，好色是可以理解的，可要是丢了脑袋，拿什么好色？喂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没有好色啊。啊，你没好色。不过我还是要奉劝你，离那个柳思思远点。喂，柳思思是你叫的吗？她是王妃啊。对呀，所以离她远点。你伤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真的？好疼的。啊，对了，麻烦你去告诉我爹，我在这里我没事。不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你去不去？去。快去啊！你爹在那边。小婷啊，你去沏杯茶水来。是。赵元爷，思思，啊，我来。七王爷对你不错吧？嗯，说实话，恩宠有加，只是醋意大一点。他爱你才会这样吗？嗯，也是。啊，思思啊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家后面的那条小溪呢？嗯，我当然记得了，我们常常在那里弹琴练字，捕鱼捉虾。我还负责煮汤呢。一晃眼就过了这么多年了，要不是我爹入朝为官，我们也不会举家搬到京城里来了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加官进爵了吧？一场大病去了，我当时举目无亲，六神无主，我也得了一场大病。当时还好有七王爷细心照顾我。之后的事你都知道了。时辰也不早了，我该告辞了。啊，思思。你的伞。思思，这几年你有没有想起我？嫦娥应会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出差在外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他提过？没这么简单吧？你到底派他办什么差去了？啊？我凭什么派他办差？
我还有差要办呢，告辞了。哎，你，师伯，你先回去吧，我留下来等师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我能回去吗？好好想想吧。哎，有了。去哪儿了？走了。嗯。用不用歇一会儿啊？不用不用，别耽误正事。嗯。啊，喝点水吧。参见七王爷。哦，状元爷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因为呢，我很久没有回家乡了，所以想回去看看，正好也走这条路，真是巧啊。你爹不是还在京城呢吗？是啊，我爹是在京城啊，我回家乡是看看我的亲人而已啊。啊，不如就一起走吧，你大病初愈，路上好有个照应。哦，还是爱妃心细啊。庄爷，其实本王这次呢是亲自南下走滩，不知你是否有胆量助本王一臂之力啊？啊，小人久别江南，实在不熟悉当地的民情，我想小人帮不上忙的。好，走吧。思念多远，你视而不见。